OK， 啊，麦都说进来啦，进来啦。OK， 后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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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丝都演出，粉丝演出。OK， 来 ，OK， 来。好，来哦，三二一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三缺一啦，我约了两个菜的啦，啊，麦啰嗦啦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啦，温爷的啦。结尾啊，你要个结尾啊。后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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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哎。我说：“进来，进来，温爷啊！温爷在前面哦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还是太快了吗？有太快了，你太真的很破。对啊，我来云南。温爷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有一个顿点，我觉得你还是给他们喘息的空间。好啊，要假装想有一个。你的左手要不要挥一挥，讲话？进来，好像很激动这样子。还是我要跟他对话，这样子有会有伤。可是会收到，会收到。对啊，你们是不要收到，不要。好，再一个。好。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三缺一啦，找了两个菜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温赢的啦。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啦，麦啰嗦啦，进来啦。你还是要个结尾吧。进来啊 ，OK 吧。好了，拜拜。哦，好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合理一点？等见，等见啊！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吧，我觉得好像也可以。只是等下秒数就要确定一下他们三个。拖这么久，我点滑。你那边是留几秒？你看看，你试试看，你回我。没有，这边是可不可以？啊、没有记忆。他们要录回我的画面吗？要。要，那你回看啊。哎，我听不太，听不太到。啊。找了两个菜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娘的啦。哎，我在想要怎么回。好像没办法耶。对，我还是太快了。我这样讲话的间隙，我觉得要，我觉得要塞一个台词，就是等一下三缺一啊，啊，你回什么？等一下三缺一。这边只会放你的声音呢、啊。可是他们还是也要有回答的感觉呢、啊。他们有回答的感觉，可是他们不放音。哦，不放哦哦，那应该没差。他们只要有接电话的，只要秒数是。然后或是他们就一脸错愕啊，因为他们就这样，怎么要回？但是都没回出什么东西。对啊，我觉得因为你就是很急嘛，他们都还来不及回，你就直接讲完。秒数回就秒数对就可以了。几秒？不然你就心里自己默念一个嘛。不用了，为什么那么麻烦？几秒？okay.